我又制作了。
炉子一块烧，你们就知道我这个速度到底怎么样了。还是采用了一丢丢的远古金属块，但是吧，远古金属块好像不能激活信标。最后呢，我又把远古金属块给它挖掉，换上我们的大金块就 OK 了，属性就来一个抗性提升吧。这样的话，信标圆满完成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